伊嘎拉酒，晚安。大家晚上好，您知道中国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水果是哪一种吗？答案就是橘子。不管是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，橘子都是年货里必不可少的水果。过年期间能吃到的橘子种类也很丰富，比如砂糖橘、金橘、丑橘等等，而且样样都便宜又好吃。橘子其实就是橘子，橘子是冬季应季的新鲜水果，外观又长得圆溜溜，颜色也是火红喜庆的橘红色，因此人们便把橘换成了谐音的橘，字形是木字旁加上一个吉利的吉，这样便有了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。您今年吃橘子了吗？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，平安健康，大家晚安。